死妙灵，不管你逃到哪儿，今天难逃一死。竟敢追到紫极剑来，好大的狗胆！极寒圣兽，以我为灵，降临我身。你竟然能重回生死境，不过宁殿主，你不会以为只有你脱离了血目限制吧？调动紫极剑的力量，实力堪比生死境中期。罗征，在紫极剑没有天眼大陆的天道庇护，我倒要看看能不能杀死你这所谓的天命之人。杀了你，就再也没人能够阻挡大王建立神国。今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把你强行压制的境界临时提上来，真元不稳吧，宁殿主？难怪外强中干。那又怎么样？念你这个堕落不妖的人族叛徒，足够。堕落？这世道强则强，弱则亡。当妖族有什么不好？有大王庇护，就没有人能够杀死我。崔邪不过当你是枚可以牺牲的棋子而已，真这么在乎？为什么他不亲自来？少挑拨我与大王的关系，大王的心思岂是你们能懂的？崔邪的野心人尽皆知。